这个是布鲁塞尔的凯旋门啊，这边有两个小孩在踢球。哎，疯狗来跑过来了。这个凯旋门呢，好像据说是修于500年前，但是两边的这两个建筑呢，就是这面的一条和这面的一条呢，基本上是后期修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先修的这个门，再修的两边的这个辅助的。然后整个这面是一个森林，啊，这个森林，我觉得布鲁塞尔的这个绿化是真的很棒啊。当然，我说的是跟中国比。跟德国比的话相差不多，它的这个门呢有点像这个维也纳的那种风格，如果大家去维也纳的话也会看到这样一个门啊，就是门两边修的是这种。但是你看德国和法国的凯旋门呢，只有门，两边没有建筑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。哎呀，这里面这绿化真好，而且没有什么车啊，所以这空气非常清新，呼，多吸两口布鲁塞尔的空气。